各位委员，大家早安，大家好。那么，今天进行全院委员谈话会，在处理召开临时会相关事宜前，为表达深切的哀悼，我们要先为昨天不幸罹难的国人及大陆旅客默哀一分钟。现在请各位委员起立。默哀开始。默哀毕，请各位委员复座。好，谢谢各位委员。那么报告各位委员同仁，今天进行本会期全院委员谈话会，处理本院委员柯建铭、吴秉睿、陈廷辉等67人提请召开临时会，审议本院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三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委员叶宜津等30人，委员黄伟哲等19人，分别拟具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等案等6项议案，即委员林德福、江启程等31人提请召开临时会审议，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蔡英文总统至本院进行国情报告等3项议案列入临时会之特定议案。那么，我们现在就请议事人员一并宣读2个委员提案的内容，请宣读。本院委员柯建铭、吴秉睿、陈廷辉等67人，有鉴于过去威权时期政党违反民主国家政党本质，不当取得财产，为政党竞争立足点之公平，应尽速立法予以清查处理，为落实周休二日之配套，保障劳工劳动权益及避免预算案迟未通过影响预算执行安定性及民生经济发展，原依宪法第69条及立法院组织法第6条第1项，提请召开临时会审议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二案、劳动基准法第39条条文修正草案、劳动基准法第36条、第74条及第79条条文修正草案及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案等具急迫性之议案，如附件一，并自105年7月20日星期三至7月29日星期五召开第一会期第一次临时会。7月20日星期三中午举行程序委员会，7月22日星期五召开第一次会议，与7月25日星期一、7月26日星期二、7月27日星期三、7月28日星期四及7月29日星期五为一次会议，是否有当，请公决案。本院委员林德福、江启程等31人，鉴于荷兰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对南海仲裁案作出仲裁判决，将太平岛在内所有南沙群岛岛礁均属礁岩，均不可主张专属200海里经济海域，严重损及我国主权、渔权及相关海域权利。蔡英文总统应依宪法增修条文第4条，立即赴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向国会及全民说明政府未来如何捍卫及坚守国家主权完整，并厘清有无与外国政府或政要签订任何未公开之协议或口头承诺，损害国家及全民利益，
厘清上任以来于内政、国防、外交各项政策进退失据所应负起之政治责任。另外，因应劳工全面落实周休二日，保障劳工权益并促进产业发展，应尽速审议本院委员吴志扬等16人拟具《劳动基准法》第36条条文修正草案及林权内阁以偷袭方式宣布开放加拿大牛肉进口，为避免让全体国人每日三餐面对狂牛症的饮食恐惧，能够食得安心，应邀请行政院长林权针对解禁加拿大牛肉之争议始末及后续如何保障国人食品安全，向国会提出报告。原此，依宪法第69条及立法院组织法第六条第一项之规定，提起本院召开临时会审议重大具急迫性之议案，如附件一。并自105年7月20日星期三至7月29日星期五召开第一会期第一次临时会，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好，谢谢。那么我们现在请提案委员进行提案说明，每位委员说明时间5分钟。现在先请吴委员秉睿说明。主席、苏院长、各位同仁，民进党党团等67人，有鉴于过去威权时期政党违反民主国家政党本质，不当取得财产，为政党竞争立足点之公平，应尽速立法予以厘清、清查处理。第二，为落实周休二日配套，保障劳工劳动权益，避免预算案迟延未通过，影响预算执行安定性及民生经济发展。原依宪法第69条、立法院组织法第6条第一项，提请召开临时会来处理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条例、劳动基准法第39条条文修正草案、劳动基准法第36条、第47条、第79条条文修正草案及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按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案等，具有急迫之议案，并自105年7月20号至7月29号召开第一次会期第一次临时会，7月20星期三中午举行程序委员会，7月22日星期五召开第一次会议，与7月25日星期一、7月26日星期二、7月27日星期三、7月28日星期四及7月29日星期五为一次会，敬请公决。说明现代民主政治系以政党政治方式呈现，各政党之自由正当发展必须给予保护，为使政党维持竞争之机会均等，需保障各政党具有在平等基础上从事活动的权利。然因戒严时期法制并不完备，政党除正当财产、正当财源党费、竞选经费的捐赠、竞选费用补助金及其孳息外，尚有政党不当取得之财产，违反民主国家政党之本质，制定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对政党不当取得之资产进行清查及后续返还等相关事宜、相关处理，促成政党公民竞争，亦是转型正义的重要任务。第二，自民国105年1月1日起，法定工作时间由双周84小时缩减为每周不超过40小时，但因为同时修正相关规定，致使部分企业将每周40小时的工时安排在6个工作日，考量社会环境、经济发展及更合理保障劳工劳动权益，审议劳动基准法等事案有其必要。第三，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按附属单位预算共计有228个基金，合共编列收入5兆3247亿元，支出5兆0779亿元，与多与民众日常生活相关，迟未通过，影响预算执行安定性，且其中近2000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对增进公共投资及促进经济发展均有注意，本院已尽速完成审议。以上说明，谢谢。好，谢谢吴委员。下一位，我们请王委员玉敏来说明。主席、各位立院同仁，大家好。我想根据我们宪法第69条
还有立法院组织法第六条第一项规定，本院召开临时会，应该要针对重大而且具有急迫性的法案来处理。我请教各位，目前台湾社会最重大、最急迫的法案是什么？现在已经有八位立法委员，他们现在就在飞机上，他们要登上太平岛，这是由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张伟、江启臣所安排的登岛行动。昨天如果大家看到 TVBS 跟中国时报的民调，有七成的民众要求我们的蔡英文总统必须登上太平岛去宣示我们太平岛的主权，捍卫他岛屿的地位。这件事情这么的重大，在民进党的提案里面只字未提。今天国民党的提案第一案就是要求蔡英文总统必须针对近期以来发生这连续几起重大的国安事项来到国会向人民报告，也建立起宪政的惯例。这一件事情就是属于重大而且是紧急急迫性的议案，才需要在临时会处理。我们看到我们的太平岛被仲裁判断为礁的时候，我们的蔡英文总统到目前为止有没有站出来召开国际记者会向国际社会大声的宣示？没有。民众有七成的民意要求他登上太平岛，他有没有具体的回应？没有。连前立委台联的立委许忠信也提出来应该要主张太平岛200海里的经济海域，马前总统也提出同样的主张，这个也是社会的共识。渔民也要求我们应该要这样子做，我们的蔡英文总统有没有这样子做？没有，不敢发声。最离谱的是什么？今天渔民待会10点也要出发前往太平岛，原本规划的是10艘的渔船，结果我们这个新政府在做什么？去劝退、去施压、去打压，让10艘渔船变成现在的5艘。这个可以这样子做吗？这是什么样的政府？我们政府存在的目的是要保护人民，不是要来打压人民。为什么这个新政府是反其道而行呢？这一件事情全国民众看不下去，所以我们的第一案主张就是蔡英文总统，你不要回避你的责任，针对太平岛的议题，针对熊山雾社事件这一连串的国安事件，您必须到国会来向人民报告。接下来第二件事情，有关于劳基法第36条的修正案，卫环委员会已经做出决议了，就是周休二例的版本，这也是所有的劳工朋友他们的期待。全面的落实周休二日，就是要周休两例。现在此时此刻，在立法院的门口，有我们的劳工朋友从昨天开始就在静坐绝食抗议。立法院是民意机关，面对现在立法院在场外绝食抗议的劳工朋友，我们要做出什么样的回应？然而在民进党的版本里面，明天还要排一例一休，而国民党已经完成的周休二例的法案，不把它放在今天的议案审查，在座的包括时代力量、包括亲民党，都是主张周休二例的。如果这个是在野党大家都有共识的，为什么不要把国民党的提案纳进来？我们可以在临时会马上拍板通过周休二例，这么简单的事情，有共识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而且这也是现在劳工朋友最在乎的事情，为什么不做？第三案，有关于加拿大牛肉进口的事情，包括民进党的委员在委员会都大声的质疑，开放的时间点有问题，查核的报告不够详尽，却选择在台风夜之前拍板定案。而经过委员会讨论的结果，最终拍板定案的是谁？就是行政院。所以不要把责任推给一个食药署，行政院院长要来国会跟国人说清楚讲明白，你这么匆匆忙忙的拍板通过的一个加拿大牛肉的进口，而且是狂牛症的疫区哦。
好，谢谢王委员。现在我们依登记顺序发言，那么每一位委员发言三分钟啊，现在已经登记了将近29个啊。那么我们第一位请徐委员国荣发言，那么徐委员发言完毕之后，我们就停止登记啊。徐委员国勇，不发言。第二位，我们请段委员宜康发言，好，不发言。第三位，我们请苏委员志芬，好，谢谢。第四位，请林委员戴华，好。第五位，我们请赖委员瑞龙。第六位，我们请 A 委员宜君，好。第七位，请高委员志鹏，好，下一位请顾委员立雄，好，下一位请余委员宛如，好，下一位请刘委员四方，好，下一位请李委员敬意，好，下一位请郑委员运鹏，好，下一位请刘委员赵豪。好，下一位请陈委员曼丽。好，下一位请吴委员坤玉。好，下一位请蔡委员易仪。好，下一位请庄委员瑞雄。下一位请姚委员文志。下一位请钟委员嘉宾。下一位请林委员进献。好，下一位请黄委员秀芳。好，下一位请黄委员国书，下一位请徐委员永明。好，时间三分钟，徐委员发言完毕，我们就停止登记啊。院长，各位同仁，大家好哈，请容我花一点时间，好谈一下时代力量在这次临时会的立场。好，上星期五，不断的议事杯葛，还有表决投票，其实是立法院这个会期最丑陋的一天。民众不支持，大家会觉得立委来立法院应该是来论证的，没有实质的讨论，甚至还提案反对自己的案子。我相信也是这样的原因，这次临时会是相当有正当性，因为民众的期待很高，所以时代力量立场也一直认为越早开越好。我们支持第一案放不当党产案，我们认为这是台湾转型正义的最重要一步，这是台湾民主政治的肿瘤。作为一个新国会，在民众期待之下，我觉得我们要尽速处理它。不论是各党派的立场，甚至连国民党内部其实也有立场认为说这个议题应该尽速处理，让台湾的民主政治回归常态。我们也是在这样期待之下，希望这个临时会能尽速处理党产案。另外，我们要感谢民党党团的支持，将时代力量劳动基准法部分修正条文放进来。不过时代力量这边要很清楚地谈我们的立场，我们认为台湾劳工工时居高不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超乎国际水平。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几个立场，第一个，为使劳工取得工资相关详实的资讯，得以确认工资是否正确核算，以加班费之计算方式为例，这些都应该非常清楚的具体规定。所以我们对劳基法修正条文不只是一条而已。另外，关于这个明定轮班制劳工出勤这个时间规定，以及落实周休二日，并得在例假加班后获得完整之补假，所以规定劳工每七天应该有二日之例假，更为求我国不同受雇群体，也就是劳工跟军公教之间的差异，依公务人员请假规定有特别休假之规定，提高劳工特别休假之日数，以使劳工与公务人员之薪休假获得衡平。
还有增加保护吹哨者，增加劳工举报雇主违法行为之意愿，这些都是一个完整配套措施。不过时代力量这边要恳请各位考量，现在有非常多的公运团体跟劳工在大门口绝食，是否急于在临时会 处理这个一休一例或是两例的问题，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沟通？所以时代力量这边虽然感谢民党党团，好，谢谢徐委员。下一位我们请黄委员郭昌，好，布花园。下一位我们请高路已用委员，好，布花园。下一位请林委员长左，好，布花园。下一位请尤委员美女，好，布花园。下一位请陈委员齐迈，好，布花园。下一位请洪委员慈庸，好，好，布花园。谢谢各位。那么我们报告各位委员，现在全部发言完毕，我们现在要来处理朝野党团协商结论，请议事人员宣读。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结论，时间105年7月20日星期三上午9时20分，地点议场三楼会议室，决定事项：一、各党团同意7月21日星期四交通委员会召开会议，邀请交通部及相关机关代表列席进行7月19日国道2号重大交通事故导致26人罹难事件之后续处理及检讨相关事宜专案报告，列入本次临时会特定事项。二、临时会时程及其他特定议案由谈话会依程序进行处理。主持人苏嘉全、蔡其昌，协商代表柯建铭、吴秉睿、陈廷飞、徐永明、林德甫、李鸿钧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以上朝野党团协商结论有无异议？好，无异议就通过。105年7月20日朝野党团协商结论，经决定如下：一、各党团同意7月21日星期四交通委员会召开会议，邀请交通部及相关机关代表列席进行7月19日国道2号重大交通事故导致26人罹难事件之后续处理及检讨相关事宜专案报告，列入本次临时会特定事项。二、临时会时程及其他特定议案由谈话会依程序进行处理。我们现在继续处理。第一，我们要针对临时会开会时间，先处理柯委员、建民等提案。柯委员提案系建请至105年7月20日。星期三至7月29日星期五召开第一会期第一次临时会，7月20日星期三中午举行程序委员会，7月22日星期五召开第一次会议，以7月25日星期一、7月26日星期二、7月27日星期三、7月28日星期四及7月29日星期五视为一次会议。请问各位委员有无异议？有无异议？好，有异议。我们现在请按铃7分钟，并请议事人员分发表决卡。我们现在要来进行这一个议案的表决，请按铃。
好，我们按您七分钟，时间已到，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人拿到表决卡？不不，检查一下。好，全部都有拿到表决卡。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依本院议事规则第35条提案要求，本案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表决。赞成柯委员、建民等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我们现在来宣告表决的结果。针对临时会柯建铭委员的提案，出席96人，赞成71人，反对25人，弃权0人。赞成柯委员、建铭等提案者多数，我们就通过。如果没有其他的异议，我们做以下宣告：定于105年7月20日星期三至7月29日星期五召开第一会期第一次临时会，7月20日星期三中午举行程序委员会，7月22日星期五召开第一次会议，以7月25日星期一、7月26日星期二、7月27日星期三、7月28日星期四及7月29日星期五视为一次会议。报告各位委员，林委员、德虎等提案也是建请自105年7月20日星期三至7月29日星期五召开第一会期第一次临时会和通过，时间一致，我们不再处理。现在我们继续处理临时会特定议案。我们先处理柯委员、建民等提案，将本院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三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叶宜金等30人，委员黄伟哲等19人，分别拟具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等案等6项议案，列为本次临时会特定议案。请问各位委员有异议？好，如有异议，我们进行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依本院议事规则第35条提案要求，本案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表决。赞成柯委员、建民等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报院会针对临时会特定议案，柯建铭委员提案出席97人，赞成71人，反对26人，弃权0人。我们赞成柯委员、建铭等提案者多数通过。我们做以下宣告。本院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三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委员叶宜津等30人，委员黄伟哲等19人，分别拟具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等案等6项议案，列为本次临时会特定议案。我们现在继续处理林委员德福等提案，将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蔡英文总统至本院进行国情报告等3项议案，列为本次临时会特定议案。请问各位委员有无异议？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民主进步党提案本案记名表决。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记名表决，赞成林委员、德福等提案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好，针对临时会特定议案林德福委员的提案，出席96人，赞成28人，反对68人，弃权0人。赞成林委员、德福等提案者少数，不通过。报告各位委员，本次谈话会处理事项均已处理完毕。
现在散会。